艾米今年60岁了，在清洁公司做保洁员，丈夫早已去世，三个孩子也已经各奔东西，只留下她一个人孤独地租住在旧公寓里。左邻右舍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一点风吹草动就能在这栋大楼里掀起轩然大波。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德国，国内十分排斥外国人，就连德国人内部也常常生出裂痕。在德国工作的阿拉伯人们只能聚集在阿拉伯酒吧中，和朋友们一起怀念着故乡。丽晶酒吧就是这样一间酒吧。一个雨夜，艾米忘记带伞，只好走进丽晶酒吧，点了一杯可乐。一旁的阿拉伯人都好奇地观望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仿佛他是这里的入侵者。良久，他们开始对着其中一个名叫阿里的同伴开起了玩笑，让他去和艾米跳舞。阿里那时40岁左右，在修车行打工，正当壮年，就连丽晶酒吧的老板娘都有点暗恋他。一曲终了，艾米与阿里一见如故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，甚至不愿意分开。阿里主动送艾米回家，艾米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同意了。没想到雨越下越大，阿里回家的公车也没有了，艾米便好心邀请他留宿在自己家过夜。那天两人聊到很晚，谈起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命运的无常，两颗心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。第二天，艾米在阿里身旁醒来，心中充满幸福。但邻居们看到艾米竟让一个阿拉伯男人在家中过夜，纷纷指指点点起来。但艾米并不关心其他人的看法，她知道自己与阿里是真心相爱，无需畏惧世俗的眼光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阿里经常出入艾米的公寓，与艾米确认了恋爱关系。好事的邻居们看不惯艾米的行为，便对房东谎称艾米把房屋私自转租给了阿里。房东听闻后上门询问，艾米不知该如何解释与阿里的关系，干脆急中生智，说阿里已经和他订婚了。看到艾米如此勇敢，阿里也堂堂正正地承认了这门婚事。虽然如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但等待艾米的磨难却才刚刚开始。三个儿女始终不愿理解他与阿里的感情，甚至对母亲恶语相向，还砸坏了艾米的电视机。邻居们则对艾米愈发冷漠，就连公司的同事们都开始排挤他。阿里那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楼下商店的老板会拒绝卖东西给他，只因他不是德国人，却娶了一个德国妻子。长此以往，夫妻俩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，只能选择出门避避风头。可就算是在旅途中，艾米也总觉得不踏实，害怕回去后会遭遇更深的冷漠。没想到等他和阿里回来时，这种排斥竟奇迹般的消失了。当艾米走下楼时，商店老板会主动与他搭话，只因商店生意越来越不好，需要顾客。邻居们会对他笑脸相迎，只因想占用他家的库房。大儿子也回来与母亲和好，只因需要艾米帮忙照看孩子。无论这些笑脸是真是假，艾米的生活环境的确好了很多。就在外界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小时，阿里这边却出事了。他明显感觉到了艾米朋友们对自己的歧视，也越来越思念故乡的蒸醋麦粉。带着压抑许久的心情，阿里来到丽晶酒吧老板娘的家中，迟迟不愿离开。几天后，艾米想念阿里，只好来丽晶酒吧找人。放着自己的爱人，阿里终究还是回到了他身边，像那天一样和他跳起了舞。可没跳多久，阿里就因为胃穿孔而被送进了医院。艾米想，等到阿里重新好起来的那一天，也许他们的爱情就会回来。恐惧吞噬灵魂，也吞噬爱情，别因为内心的恐惧就将爱情轻易关在了心门之外。也许等到迷雾散开时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我是熊猫，用有温度的解说为你还原每部电影的灵魂内核，愿做灯盏，照亮你心。